述一下背景吧，就是我们目前 OPPO 大数据一个情况，就是说我们的数据量存储量是非常大的，然后呢目前有1B 以上的一个数据，系统组件呢也是非常多的，有20多个以上，离线任务呢就有100万了，实时任务呢有数千，数据分析还有研发人员运维人员也有1000以上，然后呢就是这个问题呢，就是这些指标数据看起来就是会引起很多一个数据，因为用户类型也多，开发的水平参差不齐，排查问题呢非常困难。第二个呢就是任务链，从大数据上游到下游的任务链非常长，组件很多，运维起来也非常复杂。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些任务呢就是不合理设计不合理，然后呢有些是还是僵尸任务，所以呢就是说造成了一个就是说治理起来非常难度非常大，所以呢我们呢就是基于这个背景呢就是去思考这个问题，我们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才能就是说节约我们一个人力还有成本上的一个效果。当然了，出于这个问题我们也会去调研一下业界上的一些产品 Dr. Elephant， 那优势呢就是说它是开源的，就是说 Dr. Elephant 是大厂 LinkedIn 开发维护的，然后呢也是可以提高就是用户的一个效率，并且增强集群调试的一个高效性。第二个呢是支持多种计算引擎，比如说支持 Spark、 TEZ 还有 MapReduce、 Pony， 还有支持呢多种调度框架，比如说 Airflow、 Azkaban、 OZ。 还有一个就是它能够给出一个就是说我诊断之后呢有一个分析一个报告。当然这个劣势呢就也是非常明显的，就是说现在这个软件已经非常老了，它的一个新本版本呢兼容不佳，只支持呢就是说 Hadoop 还有 Spark 这种就是低版本的一些软件吧，就是目前呢对实施，而且对实施的一个任务的一个支持这诊断是不支持的，因此呢我们使用起来是非常困难的，就是说对我们新的版本的软件啊支持啊都非常的不够友好。诊断第二个是诊断的一个性能一个指标非常少，比如说诊断一个 Spark 的一个指标性能指标仅有4个，Spring 也更不用说了，几乎就没有。第三个呢就是诊断作业的措施呢相对单一，目前呢就是说我一旦就是说一个作业任务作业它失败了，它不支持日志上的一个级别诊断，我们不知道它是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抛出异常我们也不知道，可能要回去捞啊这种非常困难。第四个呢就是入侵式的接入吧，它需要运行在大数据上的一些集群上，然后呢需要去任务呢需要去增加它的元数据属性，然后调用接口来获取到一个元数据。因此呢我们这个感觉就是说对我们解决上一个痛点呢就是非常效果不佳，然后呢选择一个自研。技术方案呢就是目前我们需要一些核心覆盖的核心功能应用场景，比如说我们的任务调度，我们的一个交互查询，我们的数据治理，就是要方便这3个应用场景。那诊断分析呢，第一个就是要得到效率分析、资源分析、异常分析，还有一个成本分析。第三个呢计算引擎呢我们要包括 Spark、Flink、MR 还有 Chino。然后呢最后一个是调度平台，包括就是自研的 Airflow 还有 Dolphin Schedule、 Azkaban 这种，就是可以兼容起来，就是说方便就是说有其他的就是说社区的一个伙伴想使用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使用，给他提供来使用。那解决的痛点呢就是说我们需要非入侵的，这样的话就是说可以保障它在线运行的系统呢是可以正常进行的，不会说因为使用的软件然后呢就会导致有问题。第二个是支持多个调度系统，比如 Airflow、 Dolphin Schedule 还有 Azkaban。 第三个呢就是支持离线实时计算引擎，包括Hadoop 的 MapReduce。 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的诊断的指标要丰富，就是说目前我们已经支持离线和实时引擎有40多个指标，另外还可以制定一些诊断指标，包括日级别的一个诊断。第五呢就是要兼容当前的所有的版本，去适配这些版本新旧版本的不一致。这些痛点都是我们要去解决的，包括就是说我们的需求场景都是要去把每个都实现，
然后呢就是说满足我们一些业务上啊，与包括就是说社区上啊，就是这些问题。系统架构方面就是了解到这些，我们做一些系统架构，因为要满足非入侵嘛，所以我们要适配就是外层系统，就是上一层的就是一些外部系统一些接入，比如说哈杜，还有就是 Spark， 还有就是说Flink， 他们这些资源管理 Resource Manager， 还有 History Server， 还有 Monitor， 这些资源上的一些就是诊断所需要的一些资源的日志啊，包括指标啊，这样我们可以就是说很好的去诊断接下来拿到这些日志还有这指标去诊断。太累了，在适配完就是说我们一个外部系统，我们就是接下来考虑的是数据采集，因为数据采集呢就是有很多方式嘛，就是第一个就是要自己上报，第二个就是可以自己在磁盘上去采集，因此呢这个是我们采集了就是说自己从这个磁盘上去采集，避免了用户去写代码然后再自动上报，这样的话就是非常不合理的，所以呢我们就是统一就是定了一个就是标准，让用户去采集回来上报到哈杜上去，然后呢就是通过呢这个方式呢我们再去读取。那采集回来之后呢我们还要继续标准化，标准化呢就是说我这个任务是哪里来的，比如说它是上游的哪个调度器任务，以及下游的时候我这个计算任务是哪里的，它的日志在哪里，它的指标在哪里，我们都是要去标准化的，然后它可能后续的一些运行的我这些诊断一些规则应该要去怎么做，我们就做了一个标准化。最后一个就是说我们进行就是说诊断，那诊断的话我们这些指标这些规则我们是怎么去就是怎么去构建的，就是说我们怎么去跑起来的，然后再去展示。那基础之间我们都是用了一些比较 MySQL、Elasticsearch、KBS 这些比较相对比较可以帮我们去扩展或者是说扩容这种方便的一些组件。模型构建方面我们是采用了启发式算法定义吧，就是说我们可以直观或者是经过经验去构造一些算法，在可接受一个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呢给出组合，给出每个实例一个可优化的解，如果用那个函数的话表示我是可以用一个 HX还有里面很多子函数去解的，就是说我必须我针对一个任务我这个空间 H 里面有很多个子问题 F， 然后呢比如说他们有内存溢出啊，任务长尾啊，或者说内存浪费啊，作业无流量啊，那针对这样的话我只要解出里面每一个就是说我有这个问题是不是有这个问题，那么基本上我是说我代表这个任务有问题，每个子问题里面的最优解就是这个问题的最优解，那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就是说得到就是说这整个任务它的一个建模一个情况，大概呢就是说可以让我们就是说后面的一个程序呢按照这个算法去按照算法去走。接下来我们就是了解一下我们就是说我们通过就是建模然后呢就是说怎么去诊断这个异常检测，像刚才我们已经提到有一个标准化，标准化呢就是说我们将就是任务还有工作流它的执行结果呢串联起来就是说我知道我这个任务呢是在哪里的，就是说是谁用户是谁，然后呢这个任务什么时候运行的，它的日志在哪里，它的监控指标在哪里，那么我就执行这个任务的一个规则，比如说它是不是很多次联系失败的呀，那我去捞它这个规则去做启动一个启发式的规则去检测嘛。第二个规则是首次失败，第三个是回访异常任务的失败，就是说我对工作流上做一个检测，还包括最后的一个基线偏离是不是经常运行超时了，那用户是不是应该去优化一下。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一个引擎层的一个诊断，下面就是引擎层的一个诊断，那引擎层呢就是说我需可能要去扫描它的日志，就分析它的一个指标，那分析的指标呢可能它就日志上可能扫描可能有刷口失败或者 OM
啊，这些我们也是定了一些的一个启发式的一个规则，让他们就是说跑一遍，我们就知道我们这个任务是不是有问题，最终得出一个结论。产品视图呢，就是我们是这么做的，就是说可以清晰的看到用户的一些问题所在。那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中间我知道我的问题，那左右两边是我一些外部接入，还有一个就是说我的一个规划，就是一个层次上的一个问题。那大概就知道我说，我们在整体上知道，我的任务在资源使用以及运行耗时，以及说运行上的一个错误的一些方面的一些问题。下面看一下我们一些优化一些案例吧，就是说我们针对就是说从产品出发，就是一个痛点，然后我们去做我们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分析了一下三方面的一些就是资源以及就是效率还有稳定性的一个分析，三方面的一个分析。然后呢，我们目前已经就是支持了40家场景的一个异常判定，就是说我们可以诊断大数据很多方面的一些问题了。比如说第一个案例，我们怎么去诊断一个任务长尾呢？首先我们要去抓一个，就是抓一个任务的一个执行的一个最一个执行时间，然后呢这个任务它有很多个，然后呢因为这个任务是一个子单元的，然后呢它子单元还有就是它一个中位数，然后呢我们得到这个函数之后呢，我们去判断它这个运行的一个时间，它的一个比例。那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它是超过一定的阈值呢，我们就可以判定说我这个任务是有长尾的，那它拖垮了整个运行的一个资源的一个使用，那它就是需要去优化的。它可能就是说我这个执行的这个 circle 的时候，一个 partition 或者是说 key 分布不均，需要再进行打散。第二个就是内存浪费。内存浪费呢，就是说我分配给每个 executor 它一个内存，还有就是时间，它在执行上它一个分布一个情况。如果是说它使用的或者是还有总的，如果是说已经超过了它规定的阈值，那它也是存在一些浪费的一个情况的。这种情况呢，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图表就非常清晰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使用情况。那用户看到这个情况呢，他会再去配置。第三个呢，就是全表扫描。全表扫描的话，就是说我们针对这个任务呢去扫描这个表的时候呢，可能会超过很多亿嘛。但是呢，这个亿的话就是数据量太大了，可能就是说对集群啊，可能是伤害比较大的，或者是会阻碍到其他的一个什么任务，它会阻碍到其他用户的一个任务的一个执行，导致呢就是说有一个短板，然后导致其他的任务也执行不了。所以呢，这种情况呢，我们也会去识别出来。接下来就是数据倾斜。数据倾斜就是跟刚才的长尾其实是有点关系的，但它是从读数据的。读数据呢，就可能是从读数据的最大读的时候的一个最大量，以及它的一个中位数比例来做的。那这种就是说我读的太大，可能会导致说我这种读的太慢，然后导致就是说我这个资源读的使用的时候呢，分配的内存太多了。那其他使用少的，但是也分了这么多，那也会导致浪费，所以它这种也是需要去治理的。接着我们看一下一个 Flink 的反压子一个那个优化案例吧，就是说反压就是检测那个检测这个反压持续的一个时间阈值，比如说5分钟，它数据流入一个就是处理池，它如果就是说高于就是流出的，那它就算是反压。这样的反压就是会带来的结果就是说我这个处理不完，那可能需要扩容更大的资源，但有可能呢就是说程序它本来就有问题，这种呢就是说需要去用户去处理。还有一个就是 CPU 利用率低。
CPU 利用低的话，就是说它其实是非常就是说不可原谅的，就是说它本来就是我不用这么多 CPU， 但是它我本来不用分配这么多 CPU， 但是它其实分配了更多的 CPU， 所以呢导致呢就是说这个资源的一个浪费。还有一个就是内存利用率低，内存利用低的话，就是说它当它内存利用率小于一定的阈值的时候呢，它就会就是会导致说内存浪费嘛，就是反正就是说我们诊断上通过就是说通过这些规则上去规则上的指标去诊断出它的一个问题。接下来看一下规划吧，就是以上就是一些案例上的一个分析，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在诊断类型上其实还是蛮多的，但是呢就是比如说包括我们的日志啊，可能就会异常类型可能会比较多，然后呢就是说人工在介入方面可能不是说启发式的算法不是很好做，所以后面我们会可能会介入这种 ChatGPT 诊断智能化，包括就是说我们会有一个数据挖掘一个过程，就是说可能会判重啊这种。第二个就是目前我们只有支持了 SPA 和 Flink 这种问题的诊断，可能在 OLAP 这块我们也会去做这块的一个接入。这是我们就是反馈给社区的，就是说我们希望就是说做这个事情可以节省很多人力还有就是成本，希望反馈给社区上去去给他们解决一些痛点啊或者是难题。目前我们已经开源了。